OK 的。嗨，嗨，今天这边是国立台湾大学研究室，然后我们今天到了一个卡店，然后我们今天要开的是这个新盒 DP21，我们可以说它是妹子盒啦，对，就是妹子盒。嘿，嗨，就是挺有趣的妹子盒，里面有什么？有月光，还有什么？讲讲啊，有月光，还有什么？还有神光，神光加，那个什么什么图基尼那个。机械天使，机械天使是，还有那个啊，声音啦。但这个都叫什么呢？它叫快乐，没有声音的羽毛扫扫把，雷射，听说是非怪兽的日文雷射第一章。没错，就是这样。好，那我们有个朋友先开了，就是开你的直播先。为什么？你先开就给你先开，我等一下也会开。来，这边里面一共有15包，一共有15包，然后买一盒送一包这个神奇东西。那刚刚这位朋友已经开这个东西了，里面什么呢？我们看看。哦，史书卡套，里面有什么史书卡套或马哈特卡套或者是黑魔导卡套吗？我没记错的话，马哈特卡套。那给你了。镭射，镭射，镭射。那我们看我们快乐镭射。看正在看，正在看。啊，太快乐了。太快乐了！我敢专业开盒，一次减5包。不会啊，你刚刚那个僵尸也很好卖。因为反正现在包装袋没用了。没用，重点不是包装袋好吗？包装袋现在没有抽奖，都是全自己知道，自己接那句话，自己知道，自己知道。没有，现在包装都是全，对不起，全部都是雨林。啊，都是。它不是雨林好吗？它是塑胶袋，不是雨林出来的。这样，给机会了，石油，石油，给机会。化石。分享餐又来了，你在干嘛？太分享，整天都想，愿分享餐之神与你同在。来来来，啊！你看，这你的，你看你的，包五包，哎，第一个，哎，第一包，机械天使，好，这什么？没有用，这没有用，哎，第一个又来了，哦，最强马车，上车，哦，对，里面还有火车，虽然很多妹子，可是还有火车，我们会上车。对不起，对，玫瑰龙哦，对哦，还有五帝家族，哦，五帝家族，对，对，还有玫瑰蔷薇龙，蔷薇龙家族，对，刚才蓝蔷薇龙原本是电玩的攻略副卡，对，超贵的，对吧？对，它原本是电玩攻略，这个我们介绍一下，它原本是电玩攻略副卡，超级贵，这次同时磕了，然后就变质了，对，变废纸，彩书不错，很好用哦，好，没有。好，是哪位？哦，没有，是哪位？哦，没有。这张是以前很久不见的东西啦，黑色的花园就没磕，很久没磕了啦，磕一下也是很合理的。要到现在植物要放呢。对啊，五星同步可以捡它。哦，有趣。哦，好看哦。没有，没有。好，谢谢大家。这个没有。好，蔷薇磕印很久不见了，以前当土匪的时候都会用它。对，你的我的，你的我的，你的我的，这样没有问题。装备卡之一，可惜这盒就不能有镭射跟没镭射，有镭射跟没镭射，有镭射就是神客，没镭射就是垃圾。哦，也还好，反正差不多都垃圾了，垃圾差不多都回个八，闪卡回个80%，大概吧，最多了，不知道，反正开始就这好跟烂没有差太多，你总不会全部是月光吧？月光没有，不是月光，不是啊，爆箱厉害，这个不错，冷爆箱，冷蔷薇爆箱，哎，干嘛？还有两个效果，哎，第一个效果是植物族，这解放场上怪兽。如果是植物族的话，你就结束阶段抽二回一，如果其他的就是抓植物族。这是什么奇怪？抽蛇一吧，抽没有抽腿还是蛇吗？其实这去还是蛇。还有一个是植物族以外是可以从牌组抓一张植物族上手，我记得是这样。那先想一下抓植物可以干嘛？但我觉得好奇怪的卡片，是抽二舍一。有没有？植物族就是抓那个狮子花。啊，狮子花被禁啊，被玩烂了。哦，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没有，好，再见。好，全五包，什么都没有。抽了两张出来啊，还有10包。配率很合理，这次配率是什么？几斤几量啊？二斤三量，二斤三量。据说镭射不占格子，那这样很合理啊，所以是会开完的。好，没有，三角炮新卡啊？没有新卡，不是旧卡哦，旧卡，对不起，没有这个系列不知道。我记得是自攻击力变2700，好像可以落雷是宇宙。哦，没有，不是对手陷阱发动没无效的话。什么拮抗充气会变垃圾，我觉得看起来就是这样，反正废卡就对了，反正就是没有，他也不怕充气哦，他有拮抗哦，对啊，很强哦，好蛋，机械蛋，我记得布克家族，我记得救的蛋比较强，总之没印象，对不起，
对不起，大家如果有对社对 DPA 有兴趣的话，可以看昨天社课，我们的 DDD 先生介绍。哦，神合神合神合，哎，不错不错，有这两只，就这样就是神，三张都神合，不错不错。恐怖怪可以，恐怖怪跟爆箱可以做招，昨天也有讲过。哦，回去可以看看影片哦。之后我们也会上传影片啦，大家也不用心急。我反正就是他理发跳红墙为龙，一下热。对，好。你还有几星啊？翠鸟，三星协调，可以。翠鸟，这也是翠鸟，哎，又来了。哦，蔷薇妖精，就是看用，但是没有特别强。对，好，剩四包。好，还有一金一金亮，看发生什么事情。没有，还有一金啦，剩一金而已。除非有雷射。好的，一金，对不起，一金。扫射特工，废卡，什么鬼用？就是把机车特卡，把机械族怪兽素材炸卡。一堆开车，一堆上车，上车，先上车，上车。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好，这种哎，金亮，我、哦、还有金亮，还有张金亮，除非你有镭射。哎，没有车，没有车，哎，还是两包是不是，香，还有两包，还有两包，包括还是一张金闪，一张镭射，怎么可能？哎，醒醒啊，醒醒，醒醒。醒醒，醒醒！结束了，好，第一盒结束了，我们还有第二盒，还有一包，还有一包，还有一包，但是有哦，惨，一蛇呢？一蛇，机械怪差不多，还行，不是五张有三张，也还不错啦，应该来说真的，来，好，来，接力，五张，交出你的火车，换的，好，接力赛第二盒，我们看下第二盒发生什么事情呢？什么事情都没有，不，没有雷射，雷射盒，雷射，没有雷射，没有能量，对啊。雷射盒，雷射盒没有啦，我没抽这种盒哎、欸，干说真的，哎、欸、干，我开这种盒开这么多代，我还没开过雷射，我也没开过，不止你没开过，我也没开过好吗？因为我都只开一两盒，难怪不会有雷射干。我们开，我们好像只开过一箱有雷射的那种，书包。以前雷射是有费是不是哦？这个是一包一包开，以前雷射都很贵啊。因为主系统更肥更烂，原来是这样。然后我们一包慢慢开吗？为什么真红的雷射一开始一张1000块会被秒杀？第一包空气，真红雷射是这种包覆的空气，对吧？不然你有，不然你为什么当初真红也会一张1000块？空气。我本来想说，如果500-600，我要收3张来打。第二包空气，然后收不到杆。好，这样子要打那个开盒，应该也是第三包。快乐，快乐，不错，有快乐，快乐。第四包，哎，都没有重复哎。紧急，据说这是最贵的亮面，是哦，亮面的话，呆呀，为什么最贵？因为它瞬移啊。这盒有没有含日之分啊？这个不知道哎、欸，不过这个是繁殖的味道。虎包，好，黄又是哪位啦？新卡哦，你不要小看他，你后宫的话，那个文具人加这张瞬移，可以做很恐怖的事情。为什么文具人啦？等一下，因为那文具人他的第一回不能开的瞬移，反正就跟不止我那张一样意思，就不用想太多。他瞬两只哎、欸，没什么用、啊。有效果是吗？有，因为。那个这张最强，它有一个那个有一招后宫情况下，你能开它，加上那个下文巨人可以做很恐怖的事情。空气，当然要后宫干，当然后宫啊，后宫没关系。后宫可以死，没有就上次说那个，他不是没效果吗？没有，我告诉你，就是文具人先变机壳的精灵，然后开它，然后开它，然后机壳，然后这包不太一样，然后机壳精灵对啊，再抓一张那个实心列车，然后再跳下来。然后那个文具人会跳，文具人会跳上来，你可以做自然兽加大炮，有没有很帅？那你怎么连接？你没有连接点、啊。那前面是那个机壳，在哪里？我拍，我在拍卡，对吼。好，这包好，这边十包，还有两包，有希望。希望三包有希望了、啊，希望五中三了、啊。但我觉得很难，就是五中三，八木机壳我觉得没有了。我们开起来，我们非洲对，可能有。不会哦，我们非洲怎么会中？马上就拍到雷射！哎，不要想，不要做梦了，醒醒！啊、还有1/4级，哎，真的没啦，不会啦，一定不会中的啦，中了再说。先喊，然后马上真香。没有，没有，好，机械天使，机械天使，好惨哦！我开盒很雷的啊，可是我很少开盒啊，其实我不想开盒。
好、哦，结束了，感觉结束了，剩两包，我们要不要开？一堆声音，不知道搞不好有雷射、啊。对啊，开一下。啊、我觉得声音盒，声音盒。哎，不要想了，明天做梦。因为很声音，太声音了、啊，吓、哦、死人了。不是好吗？不要自己。还有一包，还有一包雷射。开一包之前，我们先开这个。我们在内插的一个东西，这应该马哈特吧？猜，你要知道了，不用猜的，因为刚刚琪琪开了两包马哈特。对啊，如果凑齐四个的话，我可以用。没有，现在没有，我们先开这个。之后不是黑魔岛，我是黑魔岛，据说黑魔岛最贵。是啊，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。你讲，可能就是这种东西十张也不能打啊。没有啊，至少要20张才能当额外的。没有，就是没有，就是看有没有第二批。没有，绿绿的，没有。啊，那没有了，没有啦，谢谢大家。好，今天直播就到这边了。那有兴趣的话，有梦最美，喜欢雷射羽毛草，自己去开一箱，人家就有3张哦。好，今天就结束了，谢谢大家。